现在我向大家介绍一下2013年马达伦的新成员。G13 马达伦已经推出了几个赛季，大家使用它进行训练、参加比赛，并最终站在了最高领奖台上。大家都爱上了我们的G13。众所周知，当你拥有一款成功的产品的时候，总是很难决定何时对其进行调整，如何调整。我们的战队在训练和比赛中不断地测试我们的产品。如果你知道马达伦是经过 Buckswing、Evan Fernandez 和 Felix Reinen 这些顶尖选手测试并长期使用的轮子的时候，你就不会有任何顾虑了。当我们静下心思考马达伦的未来的时候，发现我们已经拥有了全世界最快的轮子，最快的，毫无疑问。但是或许我们可以通过改善抓地力，让它变得更好。于是我们在上一届世锦赛中测试了我们的新产品，它不仅帮助队员在比赛中获得冠军，更打破了世界纪录，它成功了。这就是我们全新的 MaxG。在开发这款新产品的时候，我们并非想用它来取代 G13。通过改变，我们让 MaxG 相对于 G13 拥有了更大的抓地力，并以此希望能给你和你的战队更多的选择。我们也完全相信 MaxG 和 G13 已经在功能上覆盖了所有的使用环境，赛道、公路赛或者马拉松。我们将在今年春天进行 MaxG 的全球首发。